玉里镇妇女会集结了玉里商圈店家的场域氛围，创新茶点举办了朴实午茶漫游系列活动，品尝美食，聆听讲座，让社区妈妈们有个知性又丰富的午茶时光。玉里镇妇女会集结玉里商圈店家的场域氛围，创新茶点办理朴实午茶漫游系列活动，品尝美食，聆听讲座，让社区妈妈们有个知性又丰富的午茶时光。大家同乐，这个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，大家对不对？对，要吗？要。那在这里，我们还有备餐哦，希望大家能够满意。如果不满意的话，请告诉我们，我们会改进。希望我们年年有这种方式来呈现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另外，立法委员傅昆萁也到场跟各位妇女妈妈们共享下午茶，而妈妈们也把握时间与立委交谈。有没有看到这个是含蓄版？从前面只看到一只，后面的那只是从洞里面，从前面的洞让人家看到后面的这只含蓄，不用太高，这样子是从这个缝会看到的另外那一只是。玉里镇妇女会年度大事莫过于年终最后一场活动，每年透过不同主题，将这群平时在幕后耕耘的大家相约，一同精进成长。玉里镇妇女会与花莲县真诚社区发展协会共同举办，真心为您开启幸福的享宴朴实午茶漫游记的嘉年华活动，以下午茶方式共同品尝下午茶，一起手作花艺，以及欣赏各队伍的表演，度过疫情后的轻松周末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